在市场里面有卖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很多妈妈主妇一定会来买菜。那小朋友如果来这边念书，刚刚好，小朋友上学了，我就可以去楼下买个菜，就可以回家。以前这边真的很老，看到的都是在地的老人，然后比较少这种年轻人。Comfortable， 很 comfortable。新设定带探索周报。